党币好啊，可以，我们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感情是不分年龄的啦，有时候很难说的哦。只要对方满十八岁，其实就可以了。未满十八岁的不要来找我，真的。未满十八岁的，哦，这个会变成烂桃花，太麻烦了。不过满十八岁的人呢，都可以主动追求童丽泉老师了哦。还满十八岁，哦，我们那个董事长许长禄，新力佛联盟多份的董事长，当然当然你给他支持不？人讲美凤啊，吼，人男朋友27岁啦，啊美凤啊21岁啊。所以给我们这些资深艺人，哦，都有信心了，哦，所以我说汤丽泉老师，我跟刘德华同年龄的，哦，跟刘德华同年龄，他满十八岁都可以来追我了。老师你代言的饼干是含运会多少 UB 啊？这样子含运会很简单嘛，含运会的话就是这个1800加100就是1900嘛，1900这样子，1900的话 你要 UB 啊，你要 UB 的话，你要用 UB 就3800嘛，3800嘛，就乘以2嘛，哦，就很好算这样子，哦，可是也快没有的呢，如果要赶快跟老师说，因为只有十箱真的快被抢光了，哦，谢谢你老师，你代言的手工杏仁饼干，啊，你讲的应该是这个嘛，因为这个手工杏仁饼干是配合汤丽泉老师，哦，就是正式代言，有没有？你看这有代言的这个照片，所以呢我们这个店家就提供十箱给我做活动了，主要是宣传汤丽泉老师代言的哦。那正常的话一箱12瓶就是2400，现在只有剩1800嘛，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好恐怖哦。而且的话每一箱会送四个袋子，像老师拿的这个袋子就是，哦，啊，为什么给大家春节送礼啦，哦，主要是给大家春节送礼。那十箱的话郭淑清老师订了一箱，哦，我们南蝶订了一箱，就两箱了嘛，哦，那小房上人家订了三箱，是不是五箱，哦，然后的话这个 我知道谁还订了一箱啊，总共订了六箱订走了，谁还一箱啊，我看临时想不起来，我看一下，郭淑清老师一箱嘛，南蝶一箱嘛，哦，那小黄鳝三箱嘛，这样就五箱。上记得还有谁订了一箱？你记不记得？你记得什么印象？我让你们去醒回看，好像订被订了六箱订走了。我记得还有一位一箱，除了郭淑清老师之外，还有一位订一箱是谁？哦，被订六箱了啦，六箱也只剩下四箱而已，哦，因为我们张经理记得，我没有每个背起来了，有时候背不起来，不会背看，哦，不过我这还剩下四箱啦，如果有需要的，啊，动作要快，哦，我们英文叫 hurry up， hurry up 就叫快快快，哦，尤其呢越到年关对不对，那个运输业越忙，哦，还运输业的话越来越忙，你是 Peter 啊，我要一箱，好啊，可以啊，你现在刷给我也可以啊，好，那我谢谢你 Peter 啊， Peter 也一箱是不是，好啊，那你刷3800给我，好，来欢迎 Peter， 谢谢 Peter， 哇，好，感谢 Peter， Peter 订一箱，哦，我们待会下午就帮你寄过去了啊，明天你就收到了，好，我们欢迎Peter， 我现在是1061哦，我尾巴是1061啊，你自己加哦，只能够多不能少哦，哈，哦，只能多不能少1061，好，来开始 Peter， 我们欢迎 Peter， 谢谢啊，这个法拉利很好算，法拉利是3000呐，啊，法拉利是好算的哦，法拉利是3000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在800要丢什么？啊 ，Peter 800要丢什么？哦，是欢迎哦。那 Peter 在一箱就已经剩下三箱，因为十箱没有，真的就是没有了哦。哇，谢谢 Up Live 啊，哦，好，是这个多少？
三千八应该到4861，好，那还差300。哦 ，Peter 还有300，就麻烦您还有300，啊、哦，谢谢。啊，300你要用福袋哦，哦，有福袋了，哦，有的福袋，还有红包啊，好，谢谢啦，再次谢谢我们好朋友 Peter 哦。那 Peter 你要用赖告诉我一下，因为啊、很多 Peter 我不知道是哪位 Peter， 还有寄到哪里，好，你用赖跟我说一下。汤小老师的赖是8253TC 哦。8253TC， 好，大家告诉大家，谢谢啊！汤力券呢代言的手工杏仁饼干，真的绝对有口碑的啦！哦，这个而且的话，刚好呢庆祝汤力券老师哦，这个代言，所以这次将券特别。我现在把地址留赖，好啊，你留赖给我，好，你留赖给我一下啊，我下节目之后。我们下午就赶快帮你寄过去哈、哦，好，再次谢谢 Peter， 谢谢你。哦，你们这个支持 Tony Chan 老师也是充满着感恩呐、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每个月呢都要跟经纪公司交10万 UB， 对不对？那你们帮助我，啊也是帮助自己呀、啊。因为老师如果做不到10万 UB， 啊哪一天可能就会消失在直播中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麦克风有杂音了啊、哦！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，因为麦克风啊被藏起来了。哎呦，我知道那个张经理，因为这支麦克风哈、哦，就是要拿这一边，不能放在那一边，那边他就说有杂音就不 OK 哈、哦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的，谢谢 Peter 啊，不是、啊，谢谢志伟啦，当然也要谢谢 Peter 啦，谢谢你们这两位好朋友啊、哦。好，欢迎 Tony Chai， 欢迎陈怡君。哦、放淑芳、哦、谢谢你们进来、哦、有我移动的麦克风就正常了哈。好，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哇 ，Peter 哈、哦，有 Peter， 有我有看到 Peter 的留言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个因为那个 Line 呢是在苹果上，哦，在苹果，现在好像刚好在做直播，我待会可以看到啊、哦。我有看到 Peter 有留言。好，谢谢 Peter。 好，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。今天是2月2号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是2月2号， Today is February 2nd。 我们台中啊，早上出了太阳，出了太阳比较温暖一点哦。然后呢刚才太阳又不见了，然后风很大哦，所以大家外出多穿点衣服哈、哦，因为风真的很大。So windy, 哦 ，windy, 哦，就是风很大哈 ，windy。来，有没有人一见到你就笑？有没有？有这首歌叫《我一见你就笑》，有没有人遇到你就在笑了呢？为什么？啊、哦，我一见你就笑，来听听看。那个志伟啊，志伟说这个新竹在下雨啊，那下雨会更冷呢。哦，来，请多保重。我一见你就笑，献给大家。
哟，哇，我一见你就笑哈，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 feeling 啊，有 feeling 啊，叫来电的时候我一见你就笑了啊。来啊，午餐啊，午餐我都是下节目才吃呢，而且我现在啊越来越不重视吃东西哦，吃个意思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爱漂亮哈，爱漂亮。我最近还买个磅秤呢，这个磅秤好可怕。这个磅秤哦，我们为了那个准确哈，都是洗完澡再称重量。为什么？因为洗完澡刚好脱光光，你知道吗？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现在是 55.8 公斤了。你看一下，好可怕， 55.8 公斤了，哇！所以的话，现在告诉自己哈，要保持一下，不要一直肥起安尼啦，哦。所以的话，吃饭就是吃个意思啦。我觉得啊，有时候人也蛮有趣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人啊，其实啊，很多人过得不快乐。为什么不快乐？因为呢，我们想要的比需要的多很多。其实人生哦，就穿衣服也是穿那几件啊，吃也是吃那一碗饭嘛。你能够吃多少啊？你说睡觉也是睡个榻榻米的大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啊，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物质的欲望，对不对，把它减低，多享受心灵的那份喜悦，我觉得人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，非常好玩的。但是有些人哈，他们就是积极在追求物质，那物质这个东西哈，再怎么追求哈，你也是追求不满呐，哦，是讲啊就永远拢无搞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钱哦，再怎么样赚，他也都觉得不够，因为呢，他的重点都是在物质上，但是物质上呢，他一直去追求，说真的，他的内心不一定开心，也不一定快乐，也不一定喜悦，哦，所以呢，一个人呢，他被物质绑住了。有时候会陷入万劫不复啊，那汤轩老师就告诉自己啊，要清心寡欲啊，然后的话呢，好好的去享受每天的时光啊。那我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运动啊，我每天早上都是去运动的哦。啊，反正到这个健身房也蛮好的啊。我看那些身材很好的人还那么认真在运动哦，然后呢就要勉励自己不可以懈怠啊。这个是我的生活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来，下一首歌，我常常呢跟芦花在秀场表演的《神雕侠侣》。遥满相扑道，直接比天高，以为是温柔没残缺，以为是偏偏没少年，把苍天夸神雕，嘻嘻佳人路遥遥，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死两相约，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喂喂喂，说走掉了，走掉是应该的。康丽劝的话是英文老师哈，所以请体谅一下，我在秀场没有走掉才奇怪哈，谢谢。跃马江湖道，直接比天高，以为是温柔没残缺，把苍天
花神雕，心系佳人路迢迢。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死两相怨。挥起手，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期待再相见，不再生死两相怨。携手挥别红尘，生生世世直到永远。哟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欣赏哦，《神雕侠侣》。一般我们秀场是这样子的哦。说真的，当然秀场呢有不同的节目啊、哦。那我刚才讲说这个啊、我常常跟芦花呢在秀场表演这个《神雕侠侣》哦。那当然呢，汤丽炫呢老师呢，我是演这个杨过这个角色。那芦花小姐呢，就是演小龙女啊、哦。那因为我们秀场哦。当然有都请有歌星嘛，那歌星他们就负责唱歌嘛。那汤丽炫跟芦花呢，我们这一对呢，神雕侠侣对不对，我们就是负责搞笑。哦，所以呢我们唱歌啊、哦、唱得怎么样能够把它唱完就行了。啊，最重要是我们在舞台上呢要博君一笑啦。这样子呢整个秀场那个节目啊、哦、才会丰富。没有你都只有歌星唱歌，他是很会唱，可是你听很会唱歌的人唱歌你不会笑，因为他没有在搞笑嘛，对不对，他很正经在唱，你不可能在笑嘛。啊，可是我们这种、哦、丑角对不对，啊，我们这种怪咖一上台，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博君一笑，这样大家了解吗？哇，所以呢为什么有婚礼啦、晚会啦、庙会，还有呢尾牙呢，很多人都会指定呢要 Tony Chan 啊，主要是因为呢我们呢在台上可以负责呢给大家欢笑啦。啊，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呢，最近呢日本呢医学博士、哦、有做研究，就是如果你要长寿对不对，有15件事情你要做你才可以长寿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要长寿的啊、哦？你们可以去找那个资料来看，就是有15件事情你要做你就可以长寿哦。那当中有一件事呢就是要笑啊、哦，爱求安内了哈。好 ，James， 你先去忙，谢谢你进来。我们今天下午3点到5点有特别节目咯啊、哦，特别节目呢，请到呢我们呢这个大奶叔啊、哦，我们的大奶叔会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啊、哦。如果有空的话啊、今天下午3点到5点啊、哦，再来看我们的啊、这个汤丽炫主持。台湾万花筒特别节目咯，谢谢。那如果有事你先去忙啊、哦。所以我刚才讲过的，日本的医学博士呢，他们呢提供了15个人类长寿的方式，当中有一点就是要笑啊、哦。所以呢我们在秀场哦，这个在舞台上搞笑对不对啊，也给观众欢笑，也是可以帮助大家长寿啦哈、哦。好，让你们做参考。好，我们詹淑霞詹姐谢谢你进来，周杰米、林清汉、房文东谢谢你来。我们呢再听一首歌呢之后呢，我们要呢这个 call out 出去啊， call out 给谁呢？我们 call out 给惠慈啊，待会一首歌之后 call out 给惠慈，来听这首就在今夜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欣赏这首《就在今夜》。哇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型男歌手杨志远啊，志远你好。哇，杨志远在我们的线上哈，这是呢我们难得的艺人杨志远呢哈。好，我们的钟玲，钟玲姐姐你好。哇，钟玲姐姐哈，其实很不简单，因为她有个儿子，我知道。啊，这个儿子呢，现在正值叛逆期了啊。这个哈，儿子要等到当爸爸才知道妈妈有多辛苦，这是没办法的哦。因为啊，当儿子的跟当爸爸那个是不同的身份，说自己没有当父母都不知道父母是多辛苦了哦。所以的话啊，欢迎钟玲，钟玲，谢谢你进来，加油咯。不知道你的儿子现在有没有长大一点呢哈？谢谢，谢谢你进来收看这个节目。这个节目呢是每天中午12点在 UP 独家主持台湾万花筒，那我是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。好，我们这个时间呢来 call out 给慧慈、哦、那为什么要 call out 给慧慈呢？因为呢慧慈啊2月4号礼拜日要到台中来啊、哦、那这一次呢是我们台中热浪岛餐厅啊、哦、这个啊所发起的所赞助的公益活动，就是呢慧慈早上10点半哦，早上11点半哦，早上11点半到下午2点半会在我们台中热浪岛餐厅呢义卖千眼菩提子啊、哦、总共3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呢热浪岛呢支持呢这一次的啊、哦、爱心活动，只要呢义买慧慈所卖的千眼菩提子，千眼菩提子长得这样子，你们看一下，很多人没有看过哈、哦，这个就叫千眼菩提子啊、哦。这个的话呢是佛教正品，释迦牟尼佛呢在佛经上有讲哦，千眼菩提子可以帮忙圆梦、驱灾避邪，有没有？汤劝老师呢，我随身的书包都会挂一个千眼菩提子啊。哦，它有圆梦驱灾辟邪的功能。另外的话呢，释迦牟尼佛也说了，千眼菩提子是将来呢通往他身边的快速通关、哦、所以呢我们相信佛教的朋友，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拥有一尊千眼菩提子。那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关系，把它当成艺术品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千眼菩提子为什么叫千眼菩提子哦，因为呢这个是天然的啊、哦、菩提树的种子。那这个呢是世上最大颗的，这一个种子就这么大颗，是纯天然的。而且这种子上有没有，哇，我们看看很像菩萨有没有的眼睛，有没有好多好多、哦、哇，有没有感觉得出来，有没有？老师转给你们看，是不是好多好多，好像菩萨的眼睛一样，好多好多眼睛。所以我们这个千眼代表多的意思了哈，来，这个是千眼菩提子。那我们礼拜日早上11点半到下午2点半 UP 也会独家直播 Tony Chen 呢在呢台中热浪岛、直播呢慧慈爱心义卖活动啦。那如果你们有住台中的朋友可以到现场、哦、跟慧慈拍照，然后呢以实际行动寒冬送暖来支持这次的爱心活动。那我来看看慧慈爸有没有在，他准备的怎么样了、哦、我们来看看。你们知道慧慈没有网络你们知道吗？他是没有网络的、哦、所以跟慧慈联络只能够用电话，而且也不一定他能够收到了，有时候他没办法接哦。所以我们看缘分啊、哦、如果有可以接到就跟慧慈聊一聊试试看。因为我没有先跟他说了，我没有跟他说我要打过去、哦、我想说刚好今天 有这个机会，礼拜天慧慈要来台中嘛、啊、如果有机会就跟他做个 call out。 喂，慧慈你在哦，汤立倩老师。老师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因为你礼拜天要到台中了、嗯、来做这个爱心活动嘛，所以我现在就跟你 call out
哈、哦，啊，能够宣传这个活动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我票都买好了。我叫你票买好了，那你们跟我们观众朋友说，你要坐什么车子从台北来到台中呢？我坐统联客运的。统联客运哦，那你你台北是从哪边开始坐？从哪边坐？从林口坐的哦，从林口坐。那你家里怎么到统联车站呢？是谁带你去？没有，我们长庚医院这里就可以坐了。啊，你怎么到长庚医院？你走路就到了吗？你们家就在长庚医院附近吗？没有了，坐公车了。啊，我爸爸会带我过去坐了。哦哦，所以第一站从你家里到长庚医院是你爸爸会载你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爸爸他也要带我回来了。哦，那你爸爸载你、啊、没有回来不是回来的话那是还有公车坐，我自己坐回来就好了，不用我爸载我回来了。哦，我了解。那你说你爸爸载你有多远呢？这样这一段路有多远？哦，路啊 ，My God， 要20分钟了。大概20分钟了哈、嗯哦。所以你从你家里先坐啊，如果坐公车呢，也是20分钟吗？还是比较久？公车当然比较久了啊。哦，公车要等公车嘛，哈、哦，好，所以从你家里先坐到长庚医院，因为我都没坐公车啊，你不能怪我，我是不坐公车的，我没有机会坐公车。My God, I'm sorry 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、，Tony Chan 不好坐公车啦，我们是大明星，我们大明星不坐公车。Oh my God。对啊，我有人载我啊，张经理会载我啊，啊，如果张经理没有载。嗯，我就叫 Uber 啊，我就是这两种交通工具啊。你知道有 Uber 吗？老师问你一句话啊，请讲。你为什么不赶快结婚呢？我为什么不赶快结婚？因为没有人要跟我结婚啊。结婚又不是一个人结，对不对？结婚要有一个人要去跟你结啊。你上电视上那么久了，应该有认识一个了吧？没有啊。那上次，因为我跟你讲会没有吗？会迟，老师讲给你听。因为我对不对、嗯、是等待人家主动追求我、嗯、那目前就没有人追求 Tony Chan， 这样你了解吗？ Oh my god， 所以我没有结婚是这样子。那我问你惠慈、啊、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嫁人呢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认识我怎么嫁呢？那我也是啊，每个人都认识我，我怎么娶呢？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。对，好讨厌，早知道就不要上节目。哎呀，这个我也是啊，我也是好讨厌哦。早知道就不要这么爆红，我也不想红啊。啊，就是每个人都认识我，我怎么娶呢？对不对？我哪有多红？我也没有多红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人家都知道你就是红了啦，可以的啦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想嘛，如果你问10个人，你最少有6成都知道 Tony Chan 嘛，啊，6成都知道惠慈，这样就很红了啦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所以真的很麻烦呐、啊，还是干脆这样子，很痛苦哎，很痛苦啊，对啊，这一点是我们是类似的，我们可以惺惺相惜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请问慧慈，来这个，因为礼拜日对不对？也许有记者会去采访你。Oh my god， 你这样记者来啊？不一定啊，我说不一定会有，也许，可是我们要先准备啊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才不会说，我会怕嘞。没有没有，我会陪在你旁边。但是记者如果问你什么，你就给他问，不必怕啊。但是我要先跟你模拟嘛，啊，不然你惠慈都不会讲话，这样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请问你，我现在当记者问你哈，惠慈，哦，那你怎么呢？会在热浪岛这个卖青眼菩提子呢？这个是谁给你卖的？没有，我说现在我当记者嘛，我现在担任记者的身份哈、嗯。那记者如果问你，你要怎么回答？好，你现在试试看喽。因为我们礼拜天就是要卖千眼菩提子啊，对不对？我有跟你讲过啊。嗯，对啊。你看过千眼菩提子吗？你看过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教我卖的，这样子就好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说套利券叫我卖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说我叫你卖的，这样子很那个呢，这样人家以为我从你当中得到什么好处。你要这样子讲，你不要说叫啦，你要这样讲，你说哈、哦，谢谢，谢谢热浪岛，因为你要这样子讲，人家以后才会再帮我们。
因为人家热浪岛哈、哦，他愿意提供场地给我们卖，其实人家是很有善心的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所以呢，你要讲说谢谢热浪岛，也谢谢 Tony Chan 老师，哈、哦，我会值呢。大家支持 Tony Chan Teacher 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都很有爱心、哦，然后呢，教我怎么做生意，因为我们卖东西其实就是做生意嘛。因为我要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慧慈也是有能力自力更生呐、啊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每天是的，但我会怕、啊，不要讲这句话出来啊。哪一句话你会怕？哪一句？你刚才说的那一句啊，什么自力更生？自力更生很好啊，自力更生很好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对呀。啊，没有你要怎么讲？没有你怎么讲？你不要讲这句话出来，嗯、啊、不能讲自力更生，那讲什么？你说，你说。我的意思就是说、嗯，其实你是靠你的能力，你懂吗？你靠你的能力自己要赚钱，你也学习赚钱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赚钱，很痛苦啊。啊，你现在已经在学了啊。关在房间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可以讲这个啊。啊，你现在已经在学，所以汤轩老师在教你怎么赚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卖东西就是在赚钱啊，没错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样子都不怕被警察抓？那为什么会被警察抓？我们为什么会被警察抓？哎，那个是私人的地方呢，那热浪岛是餐厅呢，我们在餐厅里面，警察要抓我们什么？警察怎么会抓我们？在餐厅里面啊，我们在餐厅里面、啊。对啊，人家那是大餐厅呢，人家的餐厅架子都好几百人呢，所以他那个一般人是不给人家进去卖的呢。这样子啊，本来就是、哦、我跟你讲，你餐厅怎么会让你去卖东西呢？人家是因为这热浪岛他的这个执行长廖慧如是我的学生啊，他也是很有善心、哦、因为他是吃素的，他就觉得说、欸、这个活动可以帮助慧慈，对不对？让你呢能够学习怎么样呢、哦、卖东西啊，让你能够自己赚钱，因为我们不能老是靠爸爸给我们100块啊，我们也不可能靠人家帮助我们。不要讲这句话出来哦，懂意思吗？我爸妈都少给我钱、啊、不要讲这句话出来哦。会啦，我不会讲这句话了，我不讲，我不讲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的意思是说、哦、不能老是靠爸爸妈妈给我们钱嘛，也不能靠外面社会的人给我们钱嘛、嗯、对不对、嗯、你们听过一句话，你们听过一句话说，你给人家鱼，你不如教他怎么钓鱼，你懂我这句话意思吗？那我现在汤丽萱老师，我为什么不给你鱼呢？我在教你怎么钓鱼，因为我直接给你鱼很有限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是我老婆，那我就一辈子给你鱼嘛。可是你不是我老婆，我不能常给你鱼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道理。但是我也可以教你怎么钓鱼嘛。那你会钓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靠你自己啦。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跟你讲一个哈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知道法拉利吗？我知道啊。法拉利在卖那个。我耐心很好啊。对呀、啊，法拉利呢，他在卖那个香肠，有没有包面包？有没有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他在他摆摊呢、啊，你不知道吗？他生意很好呢，他那个生意很好。那个啊、对，他本来就在卖呀、啊，因为他这样才能赚钱呢、啊。然后现在人家怎么样？人家那个善心人士都会主动通知法拉利呢，提供地点给他去卖呢，这样你知道？对啊，所以我也希望说慧慈你也能够做到，就以后有善心人士，对不对？他会提供地点给你去卖啊，我陪你去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这样你就可以每天都工作了，你每天都可以赚钱了，这样你了解吗？所以这个记者如果问你，你要讲这一段呐、啊，你要讲这一段，这样你会吗？好了，因为你要慢慢学习讲话，因为你要学习讲话这样子。好，我现在讲一次给你听哈、嗯。好，那你为什么在卖这个呢？啊，我这次很谢谢 Tony Chan 老师，也谢谢热浪岛餐厅啊。然后呢 ，Tony Chan 老师提供这个千年菩提子。那热浪岛呢，他提供地点给我在这边、哦、来卖这个千年菩提子、哦、他也教我怎么样能够学习赚钱、哦、谢谢、啊、我也希望社会大众你们有地点的话都可以主动联络我，可以让我过去
好，能够呢这个啊卖千眼菩提子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哦，啊，这样子人家看千眼菩提子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千眼菩提子，对呀、啊，啊，人家看到了。卖多久了？老师，你卖多久了？我卖多久了？我应该卖有两年有了吧？我应该卖有两年了吧？卖两年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外面要买也买不到的，这个是因为我跟印度的高僧结缘，才会有这个千眼菩提子。这个没有就没有啦，这个又不是台湾的，台湾没有这个东西、哦、对啊对啊，台湾也没有这个东西，这样你了解吗、哦、嗯，好了，对，就是学习讲话啦，因为你这样子，我如果说、哦、教你怎么钓鱼，你以后你也可以自己做生意啊，嗯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啊，这样懂吗、哦啊、另外可能记者会问你说、嗯、那慧慈，你知道这个千眼菩提子在干嘛的吗？这个做什么用啊？你自然你也要学一下，这个是干嘛的，你要会讲啊，对不对、嗯、这个千眼菩提子、哦、在佛经上、嗯、因为这是佛教的东西、哦、佛经上有讲，嗯，佛经，对，它可以驱灾、嗯、你知道什么叫驱灾吗？不知道。灾难你知不知道？灾难你知道？灾难你听得懂吗？灾难，灾难知道吗？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灾难驱走，一个人有难对不对、哦、这个千眼菩提子可以驱灾，可以驱邪 啊, 啊，可以辟邪，可以辟邪，辟邪、啊、而且还可以圆梦、哦、圆梦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有梦想、嗯、梦啊、我们都有梦想嘛、嗯、对不对？千眼菩提子可以帮我们圆梦，这样了解吗？驱灾辟邪、哎、好，你可以写起来啊，驱灾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写重点一下，驱灾。等一下，我写一下。好啊，你写。好。驱灾。驱灾。辟邪。还有呢？辟邪。圆梦。辟邪圆梦。对啊，这个买回去对不对？可以当那个钥匙圈。嗯。可当钥匙，钥匙圈，钥匙，或者是背包的挂饰，像我自己有没有？知道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告诉人家，这个有形的跟无形的嘛，有形的你买回去可以当呢这个钥匙圈嘛，可以当背包挂饰嘛，对不对？无形的就是帮我们驱灾辟邪，帮我们圆梦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来自印度，台湾没有，这个台湾没有，我们台湾没有生产这个东西。印度发明的、啊、不是印度发明，这个的话是天然的东西，它是一棵树，这个叫菩提树、啊、菩提树，菩提，菩提树。 我知道，我请问你有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？对，你有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？释迦牟尼佛，我知道啊。对，释迦牟尼佛在哪里成道你知不知道？释迦牟尼佛他是在菩提树下成道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所以菩提树下的，对，他在菩提树下成道，所以在佛教里面菩提树是很重要的树，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是世上最大的菩提树的种子，叫千眼菩提子，是最大的，这每一颗是一个种子，这个是最大，世上最大的。然后这每一个种子最少都要经过它这个年限的话呢，40年，它最少每一颗都要最少都要43年，因为它40年才会开花结果，然后呢成为种子要3年，所以你每一颗对不对，最少都是43岁以上了，因为它长得很慢。这个千眼菩提子每一颗种子对不对，这个千眼菩提子因为这个菩提树长得很慢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嗯，它最少要40年， 你现在种下去它最少要40年才会开花结果，要种40年，要种40年啊。对，那开花结果呢，它结成种子是3年时间，所以加起来是不是43年？嗯，对。所以这个千眼菩提子是很稀贵的，它不是很多，没有就没有了。
我们这个有拿到的其实都是有佛缘呐、啊，没有佛缘也拿不到的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他不是说我们像你们种木瓜啊，今年种明年就收了，他没办法的，他长得很慢。对，这些你要知道一下，因为你既然在卖嘛，好、哦、啊，你在推广，你在卖啊，你要知道一下，你也要诚心的了哦。释迦牟尼佛也会保佑你啊，你也要很诚心，因为我们卖这个佛教的东西，我们也是要心里要很善良啊，很有慈悲心在做这个事，啊、这样你了解吗？知道啊、哦。好啊，就这几个，你把它好好的读一读，不会哦。那希望我们礼拜天的活动能够成功啦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好的，好，星期日见哦。好，星期日见哦，祝福你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刚才呢 call out 出去的呢，就是给我们的艺人会池啊。然后呢，如果呢你们礼拜日有在台中的话，欢迎莅临呢台中乐浪岛餐厅，早上11:30到下午2:30。会池啊，会在现场跟你见面。来，我们呢这个来听呢下一首歌好了。每个人呢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们都需要朋友，你说对吗？来听这一首《友情》。汤炫老师也谢谢呢 UP 的贵宾，总是支持的汤林劝啊，也谢谢你们对我的友情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几天回来？应该有三天吧。好，你那记得带回那个、哦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冰箱里有饭，吃不完。好，我们来吃，好，谢谢。相互勉励。
谢谢哇！大家来欣赏这首《友情》哦，《友情》的英文叫 friendship 啊、哦、，friendship。我们的英文很有趣哈、哦，英文有很多是复合字。什么叫复合字呢？两个字呢，把它碰在一起，连在一起，又变成一个新的字，那叫复合字。啊、哦，我们这个 friend 是朋友嘛 ，friend 啊、哦、，friend 是朋友。那 ship。SHIP,SHIP 是船、哦、那朋友加船、哦、Friendship 加在一起就是友情。在这边欢迎我们的秦官尤俊堂 Petrica Lee JC John、哦、我们的 Lee KG、哦、林燕志我们的白梅 Jack 1010、哦、我们微笑来了谢谢我们的林怡欣、哦、正在观赏呢 Tony Chan每天中午十二点在 UP 主持的台湾万花筒接下来呢来听这首真好水水
哟，谢谢欣赏这首真好水水啦啊、哦！女为悦己者容啦，对不对？人家说只有男女人没有丑女人啊、哦，啊，真好水水啊呢哈。好，来这个待会呢，我们下午三点到五点要做台湾万花筒特别节目啊、哦。今天呢，请到的呢是我们大奶叔啊、哦，他有一个名字叫小 B 啊、哦。这个大奶叔呢，这个大家在网络上呢都认识他了，也叫网络红人啊、哦。不过呢，很多人可能跟汤炫老师一样呢，都没有呢听过他讲一些他的内心的这个世界啊、哦。例如说，他为什么呢？要男扮女装？那他怎么样把自己化妆的如此妖艳动力呢？大奶叔的工作又是什么工作啊？他是靠什么为生呢？还有他呢，男扮女装，然后这么性感哦，那个他的那个奶哦，几乎都要露出来的哦，叫大奶叔哦，那一定会遭遇到不同的眼光啊。大奶叔本人呢，他又是怎么呢去克服哈、哦、这一个人家的这个眼光的哦？还有大奶叔呢，他呢平时的话呢什么情况他会男扮女装出去呢？哦，什么情况？那这个家人呢对他男扮女装的想法又是什么？哇，其实我觉得好多哦。大奶叔其实有好多事情可以问他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也许呢你呢对大奶叔也充满的好奇啊、哦，充满的疑问。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啊、哦，就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大奶叔也很辛苦了，从台北特别来台中汤丽劝呢 UP 直播的现场，要来跟大家呢啊聊一聊，让你更了解我们大奶叔。再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另外的话，汤炫老师呢啊正式呢签约代言的爱丽丝手工杏仁饼啊，我们呢这十箱呢已经快额满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朋友啊，真的动作要快。动作要快，我们呢这一罐对不对？一罐是台币啊200，所以我们一箱的话是2400。那厂商呢提供的10箱啊，就是庆祝汤丽劝老师呢正式啊代言我们呢爱丽丝手工杏仁饼，所以呢现在一箱12罐只有台币1800。哦、真的是超好的机会，而且也会附上呢4个、哦、这个礼盒袋，主要是给大家过年对不对，春节送礼可以用啦、哦、所以、喜爱汤炫老师的朋友，汤炫老师每天都在吃，尤其啊早上对不对，你呢吃个牛奶，喝个豆浆，吃几片呢手工杏仁饼干。杏仁本身呢、哦、是非常好的食材，哦，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预防，哦，我们这个杏仁呢，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一个维生素啊、维他命啊、哦，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哈、哦、是非常好的食材。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，再请大家告诉大家，谢谢。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呢来听这首《唔敢忘》。谢谢。
真着嘛空也空，若亲像西湖旁，伫茫茫的海中随风送，找无会当可欢喜一天。谢谢我们一个小时呢 Tony Chan 每天中午12点在 UPPER 独家主持的台湾万花筒节目又接近尾声了、啊、如果我们是新进来的贵宾， Tony Chan 老师呢在 UPPER 的房号就是老师的英文名字 TONYCHEN、啊、再请你们热情的追踪。那喜爱老师 UPPER 节目的好朋友，我们呢休息一下，待会下午3点、啊、我们再看呢汤泉老师呢访问呢我们网络名人，我们的大奶叔。在这边谢谢微笑，微笑在节目的最后送给汤泉老师3个棒棒糖，谢谢微笑咯，谢谢你，我们待会下午3点见咯，拜拜。到嘛，所以。